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光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麦块伺服器吐槽时间》。今天要玩的是一个叫做《诺铁达》的伺服器，对，这超级粉。它是正版验证的伺服器，就不太吐槽它有盗版问题。不过我觉得它标榜是12名，就是生存伺服器，然后会有一些小游戏之类的，其实跟一般的生存服一样。好，重点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公告。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有救吧，台湾的伺服器之类的。结果我发现我好像是自杀。对，我们先随便看一下。注意，出生点方圆100，格内不得有建筑物。哦，对，它这个伺服器没有领地，所以你可以去人家家里面。对，哦，凡是在 OK 的聊天室报到申请居民权重要，有别不重要，严禁。升怪塔、升怪钻、与你打掉任何形式练功塔皆禁止。规则严禁红石连闪、外挂、钓鱼机、滑水连点、挂网。太皮死了！未经他人同意入侵民宅者，屋主有捍卫，有权捍卫，请勿乱闯入他人住宅。规则，请勿一乘一。洞穴、天柱、请勿破坏、偷窃、犯规之有变。其实没有领地差异，差很多地方，就是他会到你家去破坏你家的东西。因为我在讲的是领地差异是一个可以保卫你的房子、屋子之类的家，就是一个保护插件。它有锁箱跟锁门，它就是不装领地插件，我觉得是不会用啦，那就算了。够屁事！然后怎么红石连闪外挂钓鱼机？钓鱼机我觉得还可以，可是它竞争的真的很奇怪，因为你只能在那边钓鱼啊，不知道干嘛。然后再来就是，这警告杀什么 KT30315 者永编他是我女儿。好，你看这个伺服器真的很棒，对不对？好，尽量不要盖平面是空岛。好，盖到海上，海上就不要空岛啊。因为伺服器，你知道这伺服器带来给我很多期望，看我的表情。哦，看，可是它就是公告区就摆成这样很乱，然后不放一个地方，然后之后看这边这些东西很简单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然后现在伺服器人数大概是6个，6个加我，哦，好了，跑了一个，5个。反正这边东西都很奇怪啊，然后一开始到这边有什么特色跟重点？对，给这边打开箱子，没有锁都可以打开看看。然后他这边就是像是一个社区一样，可是真的很悲戚。然后那边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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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什么放平台。然后你看这边就是怎么讲？我觉得住宅区就是要很。整齐平坦，然后是一些官方建筑，可是这边就是一大堆玩家建筑，然后都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家会被破坏之类的。你看，像这边就被打爆了，我完全不知道到底在创什么。然后这边还有伐木区啊，我不知道伐木区干嘛，它盖这个奇怪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很多不知名到底是干嘛的东西。然后你看这边，像这边这些也是，你看你找人家家。开箱子都没事，重要啊。好，那反正我不会做一些违规的事情，我只觉得嘲笑这个伺服器是我的人生的梦想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伺服器很太繁衍。你看这个，看这个，赤脚老虎机，老难看东东西不是轻破坏，你看过这些东西？你看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很棒啊。我之前介绍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剩下都没东西了。对，没有发现，剩下都没有东西了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再逛一逛，走一走看看，然后就盖点奇怪的东西啊。啊，看这个，请勿破坏。你看这边就跟你讲，请勿破坏，因为我找到一个可以破坏的，它就可以要采收，所以我才有一堆小麦跟食物。对，它这个基本上你生存都不用什么，你只要当个米虫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刚刚找到的地方。你这边盖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画不啊？看这边还有一个机器，看这边就是我刚刚踩的那个，那边还有
蛋鸡，里面还有可以采的。我刚刚在那边采了点资源，那我就不饿死。然后你看这边还开了很奇怪的建筑，我不知道到底这是不是要干嘛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给大家看台湾的品质，就是这种伺服器非常的多，我可能可以介绍好几集都是这种伺服器，都什么 EOE 之类的，那个再看看啊，哇，好了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到这里为止，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伺服器的动向了吧？对，可能少，呵呵。没有特色，就是不会吸引到人来玩，但是就只是一个单纯的生存伺服器，大家都知道，然后有 VIP 那些东西嘛，都会坑钱。公告就这个，好，反正就是这样，那到介绍到这里为止，因为没什么东西重点之类的，不像那个昨天介绍的伺服器啊，就是比较多东西，就是比较累格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